11月10日，天下卫视将隆重呈现天猫双十一狂欢夜特别节目《星光熠熠的名人红星演唱会》，有包括易烊千玺、蔡徐坤、华晨宇、邓伦、李晨、郑恺，还有人气青年龚俊等，还有国内最火爆综艺之一《这就是街舞四》队长王一博、张艺兴、韩庚、刘宪华也将亮相舞台。一年一度的全民狂欢，4小时精彩绝伦的歌舞演出，今年还有超火的剧本杀和观众互动。11月10日星期三晚上7点，敬请锁定天下卫视《天猫双十一狂欢夜》。本节目是由 Covered California 特约赞助 ，Covered California 一步直通鉴宝之路，特别鸣谢昌星珠宝。